长春新产业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1996年，公司依托于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，是全国最大的、东北地区唯一的专业生产各类激光器及激光加工设备的高科技企业，产品远销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我公司生产的激光打标机系列产品采用光机所军工技术，具有性能可靠、节能环保、性价比高、售后便捷等优势。该产品可在绝大多数金属及非金属上雕刻，适用于汽车零部件、五金制品、厨房卫浴、珠宝首饰等行业。